来，我给你太太挑一个特别简单的啊，找一简单的题好吗？来这个啊，目前我国活期存款的利率是多少？ A 0.34%， B 0.35%， C 0.36%， D 0.37%。加水都准备啊。0.36%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猜的。你怎么会猜了36%呢？猜对了吗？猜对了，恭喜你啊，你猜的终于成功了。是。来，给这边加水。好了，来，请问萝卜都吃过吧？当然吃过。萝卜的哪个部分更辣？ A 是心， B 是萝卜缨子， C 是须子， D 是皮。说吧，哪儿都辣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救不了你，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。嗯，来吧，给他加一格。你要干嘛？还要给他加水，我认输了。哦，那你出来之后他那个水要加到顶上才行呢。啊，你挑一下，坐下吧。啊，没事，不要紧的。萝卜皮哪都辣是吗？皮辣。哦，皮辣，你答对了。恭喜你先生答对了啊！来，给他把水添满。你看我坑人有一套，你知道吗？别，干错了。他把两个人都加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加加在那儿，加在那儿。对，可以了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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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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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啊，坐不住了是吧？坐不住了。往下，往下坠着点，往下坠着点啊。嗯。哎，洗澡这位，好家伙，冒多少泡这是？挺舒服的。我待会给你扔一个修脚的进去啊。